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就系 Beyond Killer 嘅 Terence。咁喺过去两个 video 里边咧，自己同大家讲咗好多关于通胀嘅嘢。咁今次咧就由通胀讲到滞胀，即系英文嘅 stagflation。事缘咧自己留意到啦吓，最近好多嘅评论咧都话喂，唔好净系讲通胀啦，而家唔系净系通胀咁简单啊，滞胀都杀到嚟啦咁。咁佢哋嘅逻辑理据基本上面系点咧？就是说喂，而家你睇下，美国嘅通胀已经升到6.2% 啦，系过去30年嘅新高。加拿大咧系过去20年嘅新高。咁喺咁嘅环境之下，央行有咩做啊？冇办法，一定系加息噶啦，大家唔使谂啦。再加埋你睇下国际能源嘅价格，特别系石油喺过去12个月升咗几多啊？一倍，已经系去到咩水平啊？70几80蚊啊嘛，随时由80蚊，唔知发生咩事或者政治嘅 tension 一上到100几蚊都唔出奇噶。如果你对比今日嘅环境同过去，咪十足十好似70年代初咁咯。好多人就特别系提到72、73年咯。当其时又点啊？就系滞胀，唔单止咁简单，大家股民记忆犹新嘅就系。当其时就发生了大股灾，净系美股啊，净系讲美股啊，跌咗一半。所以一讲到呢度咧，各位嘅股民咧就真系脚仔软嘅。嗱，对于呢一类嘅论述咧，即系话而家好似啊72、73年啊，或70年代初呢个说法咧，我系有一定嘅怀疑嘅。因为咧，你睇下，虽然骤耳听起上嚟又似层层，但系实际你睇翻当年发生咩事咧？就知道其实件事系争，仍然系争好远啊！咁我就谂下用咩例子，大家好容易明白咧。我就谂到啊，就系我好中意睇嘅金融小说啊。当你睇金融小说嘅时候咧，佢都有好多历史啊，中国历史朝代嘅背景啊。如果你净系睇金融小说，你觉得喂都似层层，以为自己识历史，但系当你真系睇翻正史嘅时候咧，又发觉完全唔系一回事。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希望喺个 video 里边咧，用少少嘅时间同大家讲啲正史，睇翻真真正正当年72、73年或者70年代初发生啲咩事。咁所以咧，讲正史咧就一定唔会好似金融小说咧咁好听噶。不过都希望咧，大家网民咧多少少嘅耐性，因为你要明白到。当年发生咩事，就会知道其实好多人对滞胀咧系存在咗好多误解嘅。OK， 咁啊喺开始之先咧，我都想俾个大嘅图画大家去睇。你发觉喺张图咧就睇得好清楚噶啦。滞胀大家都明白啦，或者大家都知道，就系当一个经济出现衰退嘅时间，同时个通胀又飙升。咁如果你睇下由1960年开始过去美国嘅历史，嗱呢啲 date 咧全部都系 officially defined by NBER 嘅 ，OK， 唔系我 define 嘅，系美国有一个 official 嘅 definition， 基本大家都接受噶啦。过去由1960年开始出现咗8次嘅经济衰退，咁啊唔计最近嗰次啦，唔计呢个 pandemic 嗰次就8次，喺8次里边咧。唯一得一次是属于滞胀，你发觉每一次经济衰退的时候一定会很多人失业的，所以你看看失业率呢是一定攀升的，你大家都看到这一行了，这一行就是失业率，所以次次经济衰退的时候就很多人没工作，失业率就会上升。那在这个环境之下呢，这么多人失业没事做，那消费力整体来讲一定是减弱了的嘛。咁如果消費力減弱咗嘅時候，啲商户要賣嘢就一定要減價促銷啦。咁所以呢啲唔係需要咩好複雜嘅經濟理論，大家都明白嘅。咁所以當經濟出現衰退，好多人失業嘅時候，物價就應該回落。而呢一樣嘢咧，都係大部分經濟衰退我哋見到嘅時候，唯獨是一次咧，就係73年嗰次咧，就係。出現嚴重經濟衰退，但同時間個物價又飆升，所以呢個係好奇特或者好罕有嘅現象嚟嘅，係 against 大部分人嘅 intuition 嘅。
咁而睇下嗰次咧，事實上邊咧個股市咧，美股又真係跌得好犀利嘅啊！個程度咧等同係2000年嘅科網股爆破，又或者咧係2008年嘅金融海嘯，所以係去到嗰個級別嘅。咁所以大家咧關心係一定嘅啦。咁所以你都要問喂，點解1973年嗰次會咁奇特嘅咧？嚇，嚴重衰退。經濟衰退，但同時間個物價又飆升咧，咁好多人即刻就會話：哦，因為係油價，因為係油價飆升，所以咧就會咁 K 型嘅現象咁。所以今日就好多人講到今日嘅油價咯。你睇下驟眼咧，又好似又啱嘅，因為你睇下咧，呢個就係1973至1975年嗰個滯漲嘅時期，而亦都發現咧，就係油價咧真係喺嗰時咧就。在很短很短的時間裏面由$4呢飆到$10，所以呢很多人就很容易將那樣東西拉在一起，但你看真一點呢，那個 timing 是完全 off 的。 你照望清楚這張圖，你都發覺究竟國際的石油價格是什麼時候出現這個短時間由$4升到$10呢，就是1974年的1月。但是如果根据 NBER 的 definition， 个衰退是几时发生的，其实就是1973年尾，即是说什么，即是说个衰退出现了先，然后那个国际的石油价格 WTI 先至是由$4飙升到$10。所以你没理由就现在就调转头就说，哦，因为它$4飙到$10，于是乎就出现到那个的滞胀或者经济衰退，这个过不过去的，是不是？第二样东西，你看看通胀是几时出现这个飙升的，不是在油价由$4升到$10的时候，之前的年纪已经出现了。所以你发觉呢1972年第三季当时的通胀只是 3%， 一路扯到去 9%。这一段时期是年几国际的油价相对地是很稳定，跟个油价呢是不可以直接是讲成是因为油价升所以个 inflation 升没有关系，因为当时油价是很稳定的。再给大家看看整体美国经济的表现，其实一早已经出现了滑落的了，一早已经出现了下滑，不过未到衰退的意思。而这一样东西它的向下滑向下调亦都是在油价急升之前已经开始了的。然后再看看股票的表现，这个 S&P 500 很 long 的 history， 你看到美股的表现亦都是在油价飙升之前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跌幅。那当然油价一由$4升到$10之后，就即刻是直情是这个悬崖式断崖式的这个下跌啦。但是之前其实已经出现了不少的跌幅的了，这些你不可以又入埋油价数的嘛，是不是？所以单单从这个 timing 里面看，虽然好像很近，但你发觉其实很多东西已经在油价飙升之前是发生了。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明白当时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出现滞胀呢，很多研究已经做了告诉大家，油价只是占一个小部分，或者应该说油价极其量只不过是压死那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不是主要的原因。Okay？ 那你说，啊，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做了不同研究呢？事实上是，无论你是看下美国的 Federal Reserve， 美国的联储局，其实他们呢 publish 了很多很短比较通俗的文章，两版纸都去解释美国过去的经济历史发生什么大事件，其实又已经很多做得很好的。如果你说我要再 hardcore 一点的去一些学术的论文，也都很多人做了。这篇就是我其中 quote 了一篇两个很出色的经济学家
做了關於對當其時的人研究 publish 了在一個很出名的學術期刊裏面，所以做了很多研究，我只不過是很概括地幫大家 summarize 了他們指出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因，而油價即石油的禁運呢，只不過是三個裏面其中一個，也都很多人就說是最不重要的那個。最重要的兩個是什麼呢？第一個就是 collapse of Bretton Woods， 第二個就是一連串的政策失誤，包括央行，包括政府。這三個呢都是一個很大的議題，沒有可能在五分鐘或者五個鐘頭都未必講得完。不過我都想給大家一點點的概念，就是給大家知道其實這三件事件呢都是一些很罕有和很嚴重的經濟事件。就講 Bretton Woods， 就算你不知道它是什麼呢都不要緊的，很簡單大家講就明白，就是一個全球性的聯繫匯率，好像香港現在的港元劈住美元一樣。譬如德國它的貨幣、法國、意大利、英國，再加上日本、加拿大這些這麼大的國家的貨幣，全部都是跟美元呢是有一個掛鈎的，然後再加上美元呢是跟金價是掛鈎的，所以整體來說呢就是一個變相的 gold standard。而這件事就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開始一路用了差不多接近30年，就到1970年初呢就出現問題，然後呢就不知道應該是71年，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就出現 collapse。 所以這件事很大件事，這件事是全球的金融體系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來的。大家知道第二件事，當時央行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的 policy mistakes 呢？政策為什麼失誤呢？就是因為他們對很多 monetary policy 的誤解，例如他們覺得 monetary policy 呢是不會影響到個通脹的，所以要控制個通脹呢就要靠什麼？靠 wage control， 工人的工資。所以這些的誤解呢就令到有很多的政策失誤呢是一個接著一個，而且是長期性的。最後就是到OPEC 對石油的禁運，亦都是整個中東的地區當時政治一個很緊張的一個局面，牽涉到以色列在當中。其實我想講什麼呢？就是說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話，你發覺擠漲當其時，特別是講到73至75年的環境呢，是將三件很罕有的經濟事件放在一起，然後才會導致一個這麼大的後果。正如我都講過，那三個大事件不是很簡單地央行加息那麼簡單。所以情形呢，其實如果你不了解七幾年的時候呢，大家仍然記得2008年記憶猶新嘛。2008年導致金融海嘯呢，同樣地不是很簡單，因為樓宇樓市那個泡沫爆破那麼簡單，而是樓市第一要爆破、okay? 第二又加上 subprime 的 mortgages， 是一樣很新的東西，大家都不是很了解。然後、當它所有東西爆發出來的時候，美國政府和聯儲局又決定不夠 Lehman，這幾樣東西炒埋一碟，然後才會出現一個這麼厲害的金融海嘯。其實在70年代初發生那幾件事，就是這樣很大鑊的幾樣東西加埋一起才會發生的。所以如果你說今日的環境是似72、73年的時候呢，其實你在說什麼呢？就在說最少下，即是我要幻想一下，如果今天的場景要令到好像72、73年所謂那個擠漲發生的話呢，起碼要幾樣東西發生。第一就是什麼？就是要突然間 OPEC 不知道做什麼發了什麼神經，由80元的油價，現在大概這麼上下，或70幾80元的油價，一推到上104元，還要不止，長期在104元呢起碼35年，
嗱，呢個就係當其時嘅情況啦。因為當其時嘅油價就係由3.幾開始一路飆到11.幾，然之後之後再犀利啲。但起碼喺1972、1973年嘅時候，或者到1975年經歷嘅就係嗰3.幾嘅油價。咁所以今日你最少起碼你要 expect 油價由而家嘅水平上到$4，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你就要諗下，喂，央行當其時有好多 policy mistakes 喎。所以今天你又 expect 不知道为什么美国联储局或者加拿大央行又要重蹈覆辙地犯一些 policy mistakes， 例如在现在这样的环境，明知高通胀它仍然是这样量化宽松，是这样派钱给大家，不理得那么多，或者是这样政府泵一些钱出来大量兴建，是这样刺激经济，要咁樣先至會出現，再加埋當其時 Bretton Woods collapse 嘛。今日有啲乜嘢 equivalent 咧？我諗來諗去，我都諗到一個，就係唔知點解中美嘅關係又突然間向下坡，於是乎咧嗰啲嘅關税啊，由第一階段咧升級 exponentially， 將所有嘅關税升高500% 咁。即要大家要咁嘅概念咧，加埋曬幾樣嘢咧，先至會出現好似1973至1975年咁噶。即所以大家就要 judge 啦，嗰幾樣嘢會唔會喺短期之內同時間都發生咧？咁我就覺得似乎就仲有一段嘅距離。咁所以呢個就係我自己 argue。咁所以就問我，喂，咁而家可能唔係滯漲，咁如果擺翻喺歷史裏邊，有冇一個時期係同而家比較近似嘅？其實我揾到嘅，所以咧，下次咧，我賣個關子，下次話俾大家聽，我揾到其實一個時期，其實可能大家仲要咧去關心一啲，都係一段好艱難嘅時期，但係唔係1972、1973年，反而我覺得係似1968、1969年。咁下一個 video 咧，我同大家再講清楚。为什么我觉得那段的时间跟现在更加吻合？今天讲到这里，下次跟大家继续谈过，拜拜。